决赛啊。马老师跟您，然后您这边没有用周可，用了罗伊，看一下。哟，瘦身，然后接刀下去。马老师现在的策略还是主要是远处扔炸弹，然后回旋镖来控制这个距离，因为罗伊这个近距离非常的强。啊，这样这样，像这样，一会儿这两下就把百分比拉回来了。然后现在百分比还可以，马老师是空前没成功。哦。哦，年轻刚才是等了一下，等马老师会闪或者什么，但是没闪，跳了。好，现在看手边闪过去了。嗯。哦，直接炸弹回来了，但刚刚空上酸点是击杀不了。也马老师，哇。这居然是马老师炸死了，而这个罗伊没有炸死了，不知道为什么，角度问题可能是。然后现在这个罗伊这条烂命，他要是连招起来，这个就优势就有了。好，这马老师主要问题是击杀，但是看看，主要看这手边了，没打到，那这回来了就有点麻烦了。又没成功。上头吗？死了。差不多，这个百分比差不多的感觉，明明天讲差不多。哎，啊，这居然死！刚刚是马老师脱手被这个 jab 打中了，然后直接就被加一个空前，都没还没加空后加空跳的空前死了。现在罗伊领先一条命的话，这个优势是比较大的，除非马老师这边他能够打一个这个场外直接把他给击杀，然后现在百分比已经是到击杀百分比了。哎呦呦，哎，这空后应该也是酸点，马老师试一下那个反向的上臂来打一下，他没打到。哎，这135基本上随便一个啥甜点都死了。哎，没打到，看马老师怎么打。回不来了，被自己的炸弹扔了。好，您这边1-0，这比赛是他可能是想把这个罗伊弄到场外过去，因为这个板子还是，这整体这个地图还是比较小。啊，这边是失误了，他刚是误操作了还是判断了，就闪了一下，所以算是 SD 了。那这把还有点悬了呀，看一下。说是没追到。空前打到，哎呦呦，抓不到。啊，对，经典的这个林克的这个手边，哎，
刚刚想拦回上还是被罗伊一个上臂就拼回来了。现在对对，差一点扎到，没扎到。哎，他拖啊，拖手以为他要翻滚，还是没读到啊。哎呀，岩神现在有啊一条命优势。看一下，整体这个这局还是他马老师 SD 一次，加上他这个场外这个策略没有成功啊，就是没有把这个罗伊一直打到场外上，场外过去，然后打到这个早期击杀，所以效果不太好。哎，这下看一下啊，对对对对，这样这样可以。这样的话还是有希望啊啊，这反应很快，刚刚他是想那个抢抓边然后控后，被反应过来了，所以连这个手边击杀的机会就刚刚没成功就没有了，然后现在是立回时间。空后去，哎，闪过去了啊！幸好刚刚那个是啊，这个小地图看出来也有，所以打罗伊要选这种小地图还是有优点。刚刚他戳一下的话，就如果他是瘦身的话，折的话比较麻烦。好，现在一个横踢在，这怎么样？一比一平 ，SD 意思还是怎么？好看看这个你。那就跟这个上局一样，哦，没用。哎，刚刚是稍微失误一下，就没有抓也没有干嘛，然后让年就跑过去了。可以看到马老师这边刚刚即使年有这个他有这个硬直还是不太敢过去，就射了一箭，因为他这个罗伊这个近身太厉害了。这可以，刚刚炸到的话死了。我在解释话啊、好，刚刚没看清，这个马老师溜了一名，现在罗伊这个连了两下啊，三下，看一下手边没抓到。哎呀，他这个他们这地图有一上面有一个板子呢，就是尽量的要在这个板子下面，你在这个板子上面的话劣势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抢中间这个抢的会优势轮会比较厉害，我理解在板上的时候。哎，死了，这个横踢距离卡得非常好。现在都是两条命，嗯，这局我还是感觉马老师会，因为他首先他这个地图感觉林克要好打一点，然后刚刚也是那个 SD 一次还是赢了，所以就马老师状态还可以。哎呦，刚刚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失误了，他百分比好像是可以连到的感觉，没连到。
只要它这个往下移了一下，所以啊、哦、现在可以。现在罗伊这条命看一下，多连两下的话就优势会比较大。刚感觉可以炸一下，哎，这刚刚炸弹不知道到时间了还是怎么回事，炸了啊！就是碰了一下，然后就直接上臂出盾带走。然后现在这个其实百分比还好，因为罗伊不能马上击杀，但是如果他要是那么毒到，那有点悬，对。这可能死了，你看，我就说马老师这个应该能赢。这个罗伊也不打算换人。哎，你看上板子，然后空上把这个炸弹给抓了，对，抱抱。哎呀，这个有点，他这个我感觉不太行，因为他翻滚过来之后能够很快的盾。150这个差不多上头应该可以杀了。马老这边先把炸弹弄出去再说啊，然后人再过来，然后哎呦呦，您是尝试扎一下这上头死了，抓一下他的那个炸弹回场的位置没抓到啊。就两个酸点，两个酸点。这距离上 S 不行啊，他估计敢用横踢之类的，我不太确定啊。空前是肯定能打到。哎呀呀，还没击杀，很难受。啊，马老师这边还那个故意拖延一下这个上去的时机，完了，这个炸弹，哇，罗伊上头击杀，点。哇，这一下百分比，看看，哎呀，这就失误了，没打到。哎呀呀，二点空间，完了，这要王老师是想，要是。求稳的话其实可以让他跳下去，但现在差不多了，差不多也一样死了。哎，我就没注意啊，他刚刚下来是还没有摁跳啊，然后被这个横踢是大概率不能切反的，恭喜马老师。